为了加强宣导校园当病毒防疫的观念，市府的新营生态国小来举办了四处冲捧茶当病毒唔免惊的防治小事活动，包括中央甲市府的代表校长用行动来宣导手部卫生的观念。当病毒目前伫社区虽然是极度的流行，以科学式病毒清净为主，为了加强宣导正确的校园当病毒防疫观念，市府23号伫新营区生态国小举办试搓冲捧擦，长病毒唔免惊。108年担起当病毒防治细数活动，市长吴伟铁、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南区管制中心主任李翠凤。卫生局局长陈仪、甲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丁贵宾拢到场，做会议行动宣导手部卫生的观念，也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了全体师生甲家长完成洗漱，守护家己甲别人的健康。我们洗手的五个时机是什么？吃饭前，第二个回家后，还有是什么前？什么前？吃饭前、回家后、抱小孩前、游戏后，还有什么？上厕所后，对不对？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南区管制中心主任李翠凤表示，当病毒目前3岁以下幼儿大部分拢唔啊感染过，希望透过宣导落实执行手部卫生以及居家环境消毒等防疫基本功，以达到防治当病毒的目标。在我们这几年的话，我们的病例数、死亡的病例数都是在零星的个案数，我们台南市都没有发生过，在这几年都没有发生过死亡的病例。那去年呢，我们有2个确定病例，前年有4个，所以以我们整个来讲，全台湾的疫情的控制，其实对在大家的努力哦，事实上我们觉得都有很好的成果。市长在厝叮咛小朋友，只要谨记湿搓、冲捧、擦等洗手的5个步骤，以及洗手的5个时机。食饭前、抱囡仔进前、回去厝的上便所了后，以及游戏过后，都会当有效预防当病毒的发生。记者陈嘉生，新亚区采访报道。